手就挥手，说到的星星也一直闪烁着，就像个上弦的铜钱，还要想着不下单位，不下暗河，手捏着键盘，我快疯了，还转手了。照片都 OK 吗？好，我们中间再看一遍，中间好不好？中间再看一次，试一下也是有一些很健康、很有益的交流。什么叫不健康的交流？不健康的交流，你可以透露一下什么是不健康的？很有益的交流。所以嘉宾到时候出场都是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哦，对啊，这样推着，可能这边，也有可能这边这样子，哎，就从这边走出来。真的？你怎么有你结巴？差不多了，其实，因为老实说了，就是原本228要办演唱会，然后后来就没办嘛。对，那其实那个能量都一直还在。我睡不太好，是因为我的狗狗很老，一直咳嗽，每天晚上。哦，不是因为你，就是对演唱会我不会啊，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演唱会，这是所有人，我们公司，然后台上所有的人一起演出，所以我很相信他们，所以我就算我有什么不好或是出错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帮我处理得很好，就是我的靠山，我不会紧张。因为北流它的场地我去两次嘛，它真的跟比如说像小巨蛋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是缩小一点的小巨蛋，它的二楼跟三楼真的离，如果是延伸台出去的话，真的非常近，就他可以看得到我的脸，就基本上他们不太需要透过大荧幕去看到我的身形或是脸上的表情的变化，所以应该会蛮嗨的。但我会希望我尽量不要被他们影响，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就瞎起哄，就是会在那边乱，就是在那边乱叫啊，然后比如说。脱衣服倒不至于啦，我现在目前没有脱衣服。脱，我觉得看状况啊。练吗？有练吗？我身材还行啦，但我没有特别练，因为我是冲浪嘛。因为今天嘉宾文慧已经出来，但是他正想试试，有比他厉害吗？哎，不能这样子比，不一样。女生吗？女生吗？哦，有男有女，哎，他们这是团体喽。哎，其实我很想要跟大家说，但是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的个性是我真的很希望这个爆点留在最后。其实就连今天我都想要戴帽子，因为其实我其实很久没有染头发了，我觉得染头发很累啊。然后因为这个演唱会，然后我知道他们都喜欢可能 One Piece 时期的白发或什么的。然后其实我染头发是为了他们，我自己其实超不想染的，我想要普普通通就好。然后因为今天这个记者会就会曝光我的发色，所以我已经觉得。就是先爆一个，对，我本来想说，荧幕打开，他们看到我有染头发的时候，就是心花怒放。